舞台上他能说会道，实力过人。我叫郑健，大家要记住我。你折腾我干什么呀？记住了，搞收藏想升值，你就得把你自己卖起来。生活中他能量惊人，才华出众。我原来就知道他会说相声，但不知道他戏唱的挺好。都唱，大伙都彼此都知道。那您那时候还是以唱唱出来的呀？今日做客节目，他将与我们分享成名路上的那些难忘经历。不是徒弟吧？马先生喜欢他。您跟那个冯先生他们算是一代吗？发小。这个对他来说绝对是一个大挑战。三扇大门背后又是怎样的惊喜即将破门而出？快三十年了，五个问题到不了头他就知道了。我们俩是一个团呢。本期你看谁来了，现在开始。有请王芳、王维念。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这里是天津卫视大型感恩互动谈话节目《鸿茅药酒你看谁来了》的节目现场，欢迎大家！欢迎大家！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一位老朋友了，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他。他出口成章，能说会道。你说话的时候，你这嘴肯定没毛病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你一喝完酒，怎么了？你都拖差不多。相声舞台上，他是捧哏的一把好手。标准如琢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琢磨。照你这么着，我就甭说话了。什么叫甭啊？总而言之，没钱就是一个字儿，爽，十王爽。生活中，他平易近人，频频获赞。从艺起十载，他用实力和态度为千家万户带去欢声笑语。三扇大门即将开启，又是哪位好友将惊喜登场？有请大来宾郑健。有请郑健老师。郑老师好。王芳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王芳你好。郑老，郑老，高手，高手，面熟，这是面熟是吧？来了啊！这个他一直呢是管您呢叫这个郑老师或者郑老。郑老，其实您比他年轻多了吧？他年轻的两个时代的人。您也比我小不了几岁，你都是同年代的人。同年代人。对。但这一次呢，我觉得郑健老师来，我突然特别为您骄傲啊！就是我帮您找的每一个嘉宾，或者是我们联系的每个嘉宾，一说到您。甭管能来不能来的都竖大拇指，哎，我就觉得这人就成功了。不是我们找人的时候，人家正抠手呢，就是看着也不知道没办法不说，哎，是吧？不是就正抠手呢。所以当着王文健只能说说好话。是的，是的。今天呢，来到我们天津卫视，郑老师会不会心情不一样呀？那当然不一样了，因为这节目常看嘛，看到好多嘉宾说的好多故事，仿佛就我们身在此山中是一样的。您是天津人吗？天津人。真是天津人啊，土生土长的天津人。我怎么就觉得您这个天津人的话，您身上一点天津味儿都没了？谁说的？您会说天津话吗？您唠几句天津话，我们听听，还正宗吗？人一说就听我是天津的，那劲头都是天津的。甭总讲话，对吗？天津，您跟那个冯先生他们算是一代吗？发小。那也就是说，他跟您是平辈的。平辈，我们辈分也是师兄弟儿。这是什么年代呀？对，1988年的春节晚会，是冯先生旁边是刘伟吗？旁边是刘伟。冯先生当时还是给刘伟捧哏，对，捧哏啊，捧哏的。哎，那个刘伟也是天津的吗？天津人，他们俩搭档嘛，一个学校的嘛。你们三个都是天津人。对，还有戴志诚老师。来，我们看看当年1988年啊，咱们回忆一下，其实。这相声我都没什么印象，那时候我还小，你知道吗？来看一下，有一首歌叫《煤气吧》，咯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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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爱你跟鸡没关系的。这首歌就是赞美鸡正在下蛋，怎么？咯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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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下七个。你要跟我唱，可不能捣乱。这回你放心啊，这回我是仔仔细细、认认真真，我把每一个字儿都送到各位观众耳朵里去。有一个美丽的
传说，精美的石头会唱歌。哎呀嗨嗨，哎呀嗨嗨，哎嗨嗨，哎嗨嗨呀，嗨嗨嗨，哎呦！我叫郑健，大家要记住我。有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鸡，有前面一只鸡，跟着一只鸡，身后还背着一个大公鸡呀，一呀一字背。你呀，把舌头捋直了。昨天晚上怎么回事？好好说。我就说，都听说这样的。昨天马东没了，要找几个人要坐一坐，坐一坐之后找个地方就坐下了，坐在这个有人提出来了，咱得点吧，他得了，得就得呗，谁怕谁呀？噔，走，走，倒上他的车，车子，车子，赶紧的，拜拜，开车，到，到，你能到，到，你能走，来，推，推。他这一推，后边噔就把他嘎嘣，这个大家噔噔噔噔噔噔，迟了啊，那叫破坏文物。那我怎么办呢？你把这苹果卖起来。他说这是买起来，过几年你再把它刨出来。他说这是刨出来，你再把它吃了。哇，那都烂了。我再说长成树了都。啊，你把这树也卖起来。把树也卖起来。再过个100年，你把树再刨出来。过不了100年，50年就没我了。这个，那把你也卖起来。把我也卖起来。再过些年呢，再把你再刨。你折腾我干什么呀？记住了，搞收藏想升值，你就得把你自己卖起来。哦，参加这么多年春晚了，这还真是要不给您做这个集锦，自己估计都想不全吧？就刚才放那个，我就想不起来了。当时也是做一个冯耀文老师那个是吧？啊，我想不起来了。董卿就问我：“你这是？”我说：“这个不是春晚，这是好像15晚会。”啊，他说我们当时。编给弄错了，我说我真想不起来了。后来就是今年的春晚，可能排的比较慌乱匆忙，对对，就想不起来了。